垫上，我们上去把它垫平了。我看差多少，它这个斜度在车上是明显能看出来的啊。我后边有个水平仪，在这个水平仪上就能看到前后是平的，但是左右不平。显示的这边还是高，但是这个水平显示的已经平稳了。其实我们还可以再往上倒一截，倒一截的话恐怕这个车就太不平了。应该是应该平了，那你过来吧。这样的话咱们就在外面把桌椅板凳拉出来吧，这儿要待的话在外边凉快，车里面太热了。再往后倒还能到，还能到，留一个小空门，刚好，这样你放梯子刚好。我们这个遮阳棚拉出来，这个晾一晾，全是水。哎，这有个绿化洒水车，我们让它给我们洒点，加点水。哎，我们是满水忘了，昨天晚上有加水。找个凳子。我们把凳子拿出来，在外边坐会儿。桌子我们用半仙那个桌子吧，半仙那个是八角桌，我们坐的人多点，把那个桌子拿出来吧。八角它这么大点，大点可以坐的人多点。等会儿把阿挺的那遮阳帘再打开，看能不能跟这个拉在一起。手好像是有点远，这距离晒不到了。没有，晒不到了。行，我们就在这儿，今天就在这儿待着了。这儿太偏了。外卖，我试试吗？要是美团，直接叫一点吃的过来就完事儿了。半仙弄了个，一劈开，里面摆着。半仙刚才买了个西瓜，乌鸦嘴。我们准备在这儿吃个瓜，吃瓜，休息。吃瓜群众开始吃瓜，看着应该还可以。好呀，一点都不老，这么好的瓜，刀一碰就裂开了，裂开，感觉你在刷的，对，裂开，哇，这么好的瓜，不错不错，哦呦哦呦，这么好，哇，真的，很不错，真的好的样子。这卡子上次从那个宠物店洗完以后，身上全都是毛结，我都没发现，因为这段时间都没有给它梳毛，我们都很忙，晚上就很忙的睡了。来，站起来。所以正好今天我们在外边给他梳一梳，因为他要检查他一下他身上有没有爬着什么虫子啊之类的。这儿有一个，那很难疏通的地方就是有毛结。奥斯卡这毛亮得发光，在太阳下边。我看那只脚，左脚来，这只脚，没有了，可以。好，毛抖一抖，抖抖毛，抖抖毛。抖抖毛，转了一圈又可以吃一块西瓜。抖抖毛，低起来头干活。对，抖毛，对，好了。等会儿，怎么下来了？上来上来上来，怎么下去了呢？半截了。哎，稍微喷点去虫的。啊，呛，有点呛。吃瓜吃瓜。你看看他上次给洗完澡以后有多少毛没弄下来，一坨绒。我给孩子梳下来这么一坨一小坨，它通常是不掉毛的，这些都是绒。感觉放了一会儿更甜了。待着，对。在外边坐着全是蚊子。先把这个蚊香点一个吧，我们刚才叫外卖，然后叫点。哎，这些官方不一样的蚊香，户外用的蚊香。点那个其他的这种，随便打。放在我们脚底下，这个蚊子实在是随便打，太厉害了。然后给他这个点正好出来了，去好了，这就是发送，可以。强烈晚餐啊，可以。羊杂碎就比较多嘛，太多了吧？啊，西瓜往旁边扔一扔。来，等会儿西瓜放这儿，等会儿这再蒸出来的，好烫。对，他就是要现包现蒸啊。看，我说老板会把醋瓶子拿过来吧？是吗？真的香啊！哦，是我点的，应该是。对，我们点啊。对对对，好，谢谢。啊，这是我点的零食。好浓郁的羊肉味啊！好了。
有的还蘸蒜吃啊。咱们就一人抱一盒吃吧啊，就不用。羊肉烧麦，你两盒。讲道理，这个分量有点大，我这一盒我感觉吃不完。山，真的是。山进队了，抱出一盒吃。今天晚上我们吃羊杂碎。哎呀，晚餐我去。啊，来吧，烧麦，好久没吃了，家乡的味道，有点。啊，一人端一盒吃啊？这感觉好像不太对啊，这个。尝一尝，尝一尝。这么狠的吗？我以为放冬天吃，一味都一个味儿是吧？嗯，不对，味道不对，跟包子一样，包子馅儿一样，是烧麦做的，给它做成包子了。这可能还是在内蒙的边边上。跟我在鄂尔多斯的羊肉烧麦味道完全不一样。对，完全不是一种东西。羊肉，这就是一包子。蘸醋容易痛风，没事，痛就痛吧。我喝的羊杂碎，我还担心这点儿，一点儿羊肉香味吃不到。没有羊肉还带汤呢，就虽然吃起来不膻，可是没有味道啊。对啊，我都怀疑它是不是羊肉，没有羊肉味。羊肉不是吃膻，是吃香，感觉不是没啥味肉味的啊。嗯，吃完饭之后呢，我要回车上稍微休息一下，实在是太困了，困得有点坚持不住，我先睡一个小时，然后再说。今天上午我们醒来之后，从店小二拖一个电源出来，因为我们这个要在今天要在户外直播，但是太阳又不是很好啊，今天太阳能发电可能有点拉垮，所以只能用我们的储备电源，因为今天我们不离开这个地方。可以看一下我们的风扇，卡子到了六年，忙忙的呼呼的忘记六奥斯卡了。今天用不用这个散热？先插着吧，先给手机充着电，别一会儿没电了。桌子稍微擦一下，这个桌子昨天晚上下大雨了。反正是我们一到一个地方啊，铁定会下雨的，所以我们把凳子昨天放在遮阳棚下边。啊？那现在在洗漱了。哎，这怎么会有块石头呢？昨天点卫生的哦，它这个里边是有卫生间的，在那个里边了。我们今天可以考虑过去打桶水。它卫生间可以提水吗？啊？卫生间可以提水吗？可以，它有洗拖把的那个。啊，对，那我就到时候把那个大桶找出来提桶水，灌了抽在车里就完事儿了。是在你的斜对面吗？你就斜着车过去。在那边吗？啊，那个房子。我以为是在那。哦，那还真不远。对，够。哎呀，今天把遮阳棚，昨天是怕下雨，所以给它降低了一些。今天我们把它伸长一点，把体内给伸长点，我们的阴凉地才能多一点。不然的话，云中的日头也很厉害。早晨是要用阿体那边的那个，下午是用我们这边的这个。嗯，今天上午把这个支撑杆拿出来吧。因为我们这个遮阳棚如果开太大的话，支撑杆一来风，这个遮阳棚自己是扛不住的啊。勾在上边去吧，它不能锁死，我还得把它摇出来之后再锁死，然后再把阿挺这个伸出一半来，早晨用这个多一点。它这个因为没有支撑杆，所以就少伸一点出来。我们去溜溜去，忘了溜你了啊！来下来，对，这边。马兔子，走，溜溜去，溜溜。看远方的云，天都黑了，又有不好的预感，要下雨。在遛卡子，前面那儿有个公园，前面有个湖，等会儿我们下午抽空过去那边转一圈。这衣服好看，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呀，是吧？哎，等会儿过来过来，这个我们看前面都白了，一会儿也这阵雨过早了。我点外卖粥跟肉夹馍咋样？啊，可以可以。
然后我们早晨吃个早餐。哎，上来，给我上来，你干啥去了？你干啥去？早餐这两天就是吃外卖。小卡子兄谁？兄后边有群羊。阿挺吃早餐了。